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我是刘龙，今天来到初心园。昨天不是到给咱们刘总打个榜吗？刘总今天就拉一车的物资给我。啊，那车物资，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他拉这么多来，随手理，随手理，随手理，应该的哈。所以咱必须去整几只鸭，好菜招待一下咱马哥，还有咱他的徒弟们，也。我是叫啥？你应该是叫啥？叫啥？留给直播间的家人们。我也不记得叫啥了。是。啊，好了，不管他叫啥，就叫学员吧。哎，没错，学生们。没错哈。但这个让楼楼真是破费了，养鸭不容易。没。咱们去看一看他的鸭子，好吧？我们又养了好多鸭，又养了很多小鸭。走，咱们去看一下他的鸭子。走，楼楼这样子养鸭的话，以后有的吃了。乌鸡，俺家的，你家的乌鸡啊？是。你乌鸡都买了，养了。这些不是刘总之前送了30多只吧？吃的还剩10几只。楼楼，我看到了，那一片都是鸭群哎。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丢啊丢丢丢啊！哎呀，打榜打的嗓门都哑了。他的鸭子确实是大。目测应该是有2两，还不能吃。端子上来，给你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你这2两的鸭子到底有多大。哎呀，哇，好肥呀、啊！是的，它都不怎么怕人嘞。来，搂搂，小搂搂，那可爱吧？可爱。搂搂，我发现那只鸭子比你还可爱。想吃楼楼家的这些鸭子，估计还得等上2个月。两个月哪里长得大呀、啊？最少养到5、6个月呀、啊。5、6个月啊？啊，还能长得大呀、啊？那还是来他这里吃鸭子，怎么办呢？啊，那里还有鸭子吃吗？有啊，在哪呢？那边不是还有鸭子吗？还有鸭子、啊？留了几只？特意留了几只啊？咱们的那个鸭子之前，产蛋的那种，咱那边的鸭子。去看一下，走，说干就干，走走。啊，没想到楼楼这个养鸭养鸡专业户啊，是什么鸭都有哈、啊。来这里，别的都缺，啊，鸡鸭不缺。对，走。啊、我们这个水养鸭子多漂亮，全生态的。哎，徐子，你这个看到他家的鸡了是吧？看一下那个楼哥今天打鸡棚，然后来这里，你跟他看一下怎么搞。指点一下，是一开始就一个膜盖上去，我说后来我说那个一定要搞那个隔热膜啊，后来就在我农场里面拿点那隔热膜来跟他那个，哎呀，这个难怪楼楼家的鸡养的这么好，原来全是你在后面做总指挥啊，肯定要那个指导啊，是吧？要顺利，总是咱们技术，齐总，楼楼，你拿这些东西去哪里啊？喂鸡啊，我妈妈刚好把这些西瓜。全部弄好了，走，走，洗澡，好，去看看，我帮你拿吧。不用，先你拿别的。啊、好嘞，拿够。听楼楼说，这里是他的军粮储备处，咱们看一下哈，他都储备了些什么东西？稻谷。哎呀，稻谷，真的是军粮储备处啊。这都稻谷哈，这些就是今天刚刚拉过来的。楼楼先去养鸡的地方去了，骑着电动车载着那些东西，我们走路过去。马哥，哎，还在等着你给我卖鸡了。哎呀，我想啊，我那个菠萝货的还放在那里，我已经准备了、哎。这几天在打榜，没办法啊，只有过几天了。哇，鸡都跑到下面来了。是啊，跑了好几晚了。天哪，一上去那鸡，也赶紧冲上去了，看。全部冲上去了，真正的是叫公鸡中的战斗机啊，还带飞的。楼楼真的是这些鸡的老大，一呼百应啊，在前面一直按着喇叭，然后那鸡听到了就一直追过去。你救楼楼被包围了，准备好锅，准备好锅，来，我来拿这个吧，来提一下，我来提。来，别挡路，别挡路，走开，等一下，我锅都准备好了啊！
哎呀，这么多小鸡啊，我觉得有点密集恐怖症啊，你知道吗？八哥，哎，你说这些鸡都是你的呀、啊？对啊，一个鸡都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谁的？记不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共享养鸡项目？哦，就是粉丝叫他们的，你看，早就钱都已经付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再过两个月就会出栏了。那这么说，这些鸡的话，那是一只鸡都不能动了，差不多。看着这些鸡啊，流口水，太想吃了。这只鸭子，我跟你说，你看到没？我拔了半个多小时，还这么多毛。是我今天晚上，你看，这两只鸭好是带毛的鸭子了啊。太难了。我们楼楼给我们准备了大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来，看见没有，大餐呢，鸡鸭啦都有。兄弟啊，慢着点，留一点给我，这土豆好啊，鸭肉随便吃，这么多人吃饭感觉就是好，抢着吃才有味道，对吧？不是没辣不够。乐乐自己真乐乐，五彩缤纷的。刚刚吃完饭啊，我现在做个手术，杀了两只八斤重的鸭子，两大锅，吃饱了，吃饱了就好，吃得很饱。那我们要回去了，啊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，拜拜。